在排队啊，看到了吗？都在排队。知道是排队干什么的吗？这些游客呢都在城墙上面排队领他们的战马啊，他们要骑着他们的战马在城墙上巡视。当然了，这个战马不是免费的啊，你像这样的双人的战马，看到了吗？有两个座位的双人战马是一个小时90块钱，单人战马一个小时是45块钱。但是这种穿越古今的感觉很好。嘿嘿，来啦，我们来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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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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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空龙扛扛扛扛扛，空龙扛扛扛扛扛，我们来劲，我们来劲，我们来劲，不溜不溜不溜，空龙扛扛扛扛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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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睡是吧？为什么不能睡呢？不能睡，你要尊重我，我也要尊重你。那假如我在这个地方，我没有不尊重你啊，没有不尊重。问一下大家，这种叫尊重吗？那我觉得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尊重？那先停在这儿讲呗啊！你睡醒了，我们再走。行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怎么又这样？在九华山吃了一个就叫闽宫豆腐，他说是树上野果子做的，明明就是凉粉，在我们那边称为凉粉。这个盘菜卖48，不是？哎呀，我算了，就是在这个位置，在这家店铺吃的，下次大家要注意哈，千万别变宰客。左一道观光车，右一道观光车，这大车换成电瓶车还要，这电瓶车还要收20块，哇操，太坑了，太坑了。白洋淀一日游，2到6人，坐一条观光船，加6个白洋淀的特色菜，环淀游玩2个小时，一共238啊！欢迎家人们的到来。注意上面这一排按键啊，最上面的这一排按键，我现在是多少斤？80公斤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注意看啊，我现在要按下左上角这个按键，再按了2下之后。它是不是少了重量了，对不对？然后呢还可以继续减我们的重量，看再按2下之后又少了16公斤，而且它还可以还原，看又变。还要大骨头，大骨头把骨子都，这玩意我献血15年，1年800cc， 我妈用血的时候没有了。你是把我血卖了，还是把我血喝了？哎呀，养了84天，5月18号百日。1500次，1000多，一千多，今天就感觉是你的家庭，不仅在房子里住，我是大车，我今天刚想干，其实就是啥，我昨天去迪士尼过生日，两个人花了1000多，就玩了仨项目，几乎把
能踩的坑全部踩了一遍。我去的比较晚，早上9点多踩到，然后11点多才进去。光进迪士尼的大门就用了2个小时，比机场安检还要严，拿手电筒查你包里有什么东西。现在是学生放暑假，我玩的项目都是要排队2-3个小时，特别的累，就玩了几十秒。它是有一个2000多块钱的 VIP 票，你要是旺季的话，一定要是买那张票。少了我多少？少了我8两。老板，你过来自己看，过来看。老板，过来看。你自己当时打了多少？